汪小菲于2021年协议离婚，双方和解签下离婚协议，并约定好汪小菲得支付给大 S 超过500万元的生活费。但没想到近日汪小菲拒付500万元，大 S 因此委由律师以离婚协议的调解书向北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引发外界一阵热议。没想到现在又有消息传出，同样因为离婚闹得满城风雨的王力宏与李静蕾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。知情人士透露，王力宏也向北院递出免除给付抚养费的申请书，理由是因为目前工作停摆，无力再依照协议支付家人庞大的生活费。对此就有记者求证台北地方法院，但北院却低调表示并没有收到相关申请，目前也无免除给付抚养费的案件。消息一出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